我们今天吃这些，先拆一个红色的，看看里面是什么。我们来把它打开，一个小手掌玩具。这下面是糖果。紫色，奥特曼，里面是一个棒棒糖，哇，这个棒棒糖都化掉了。Hello， 我们今天吃冰淇淋布丁。先来个粉色的，这里面还有一个跳跳糖，蓝色，我们今天来吃萌趣小屁糖，先拆一个粉色的，
一包跳跳糖。我们把小屁屁翻过来，这个针管里面是果酱，我们来给小屁屁打一针，给它多打一点，把跳跳糖撒里面，有没有食欲？看起来好好吃啊！这个也给它打一针。哇！来个大鸭梨。这是芒果是吧？不是梨，芒果，芒果，我还以为是梨呢。芒果，这不是梨吗？芒果，选的那芒果，嗯，我也以为是梨。最近考了721分，你真牛，姐们。721，真的，真的太佩服你们了，学习好的，真的真厉害，真的，我就没有那个学习的天赋，没有脑子，这都是你努力来的，真的老厉害了，给自己的努力画上了一个完美的一个那个啥。就双一流随便挑了。对，原来我的问题，宝贝儿赖我，好费子呀，感觉吃播就这个样子，忒邋遢，你知道吗？亲的，像弟弟说的，看里面最多值个2块钱，看外面值个10几块钱。它里面是真的芒果在，你尝一口吧。这挺好，这感觉里面是，感觉像那，你吃一口，你给我吃完了，你有病呀，我这。做人气的给我一口秒了，我说你给我吃，你我说你吃一口吧，他全吃完了，你有病。好的。我让你吃一口，我给老铁做做人气。亲的，他老直男了，亲的，根本就我俩不在一个，我俩配合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我明明说你吃一小口，然后剩下的我给老铁看看，咱做做人气是吧？他吃一口没有了，我还没吃呢，打开费了一费子劲，有病。行，然后你就做到极限了。好，来，别再看了，老天爷别再看了。今天因为这个洗衣凝珠是有活动的，今天有活动啊，今天活动老大了。对。洗衣凝珠样吗？今天超大的，对，超大火力，从来都没有过，宝贝儿。之前买过的，觉得好用的，囤起来，宝贝儿啊，保质期都很长，囤起来用，超级好用。微选的，姐妹，之前买过你家微选的这个洗衣凝珠，好不好用？好用啊，行不行？对，人气涨回来了，姐妹们，好不好用？能不能给你来波反馈？这个微选真的超级好，而且还在，它是上商超的，亲爱的啊，在商超里面真的贼贵贼贵的，外面是吧？这一桶的话，亲爱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近几年来洗衣凝珠是最火的一个洗衣类的东西了，因为以前的时候嘛，社会在进步，科学在发展，在以前的时候好用，对不对？以前的时候最早的时候都用皂，对吧？去洗衣服，臭腋子呀，臭肥皂呀。后来科学在进步嘛，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，可能用洗衣粉，洗衣粉后来又科技又在发展的话，又用洗衣液。洗衣液最近老铁咱们又这么是不是条件越来越好，追求品质越来越高，现在又研究出来了洗衣凝珠，真的越高越高品质，姐妹们啊，如果说目前大家没有用过洗衣凝珠的话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它有点太贵了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太贵了，好多姐妹觉得太贵，没有必要去买，忒贵了啊，用了洗衣凝珠不用洗衣液了，姐妹们，好用是不是？洗衣凝珠的话，它是采用的新科技啊，宝贝儿，它是水囊温溶技术，就是你遇水就化，你要干手去拿它，不要手撕着就去拿，要么它就会化掉了，它是一个薄膜，宝贝儿啊，就是你直接干手，这一个洗衣凝珠能洗8件衣服，6到8件没有问题。你要是说夏天的衣服是不是8几件的，7、8件绝对没问题，姐妹们啊，因为它真的就是浓缩型的，你不要看它这么小，有些姐妹一放2、3个，不要放那么多，你洗不干净，宝贝儿啊，不是那个洗不干净，泡沫你洗不干净，有点浪费了，它就太浪费了，就这一件，咱们夏天的裙子呀、衣服呀，你就能洗
件左右。无磷、无荧光剂。对，无磷、无荧光剂、无增白剂。啊，宝贝儿，超级好用。八倍洁净。它什么叫八倍洁净呢？老铁，就是它是其他的洗衣服的八倍的清洁力啊，宝贝儿，轻松去污。像咱们平时弄的油呀，或者咱平时身上有的汗味呀，或者是咱们身上的就是孩子吃的脏东西呀，你看我们直播天都绝对给你清洗的干干净净。是的，就这一颗洗衣凝珠，它有啥效果吧，宝贝儿？第一，一个洗衣凝珠等于衣服护理，就是你衣服护理是啥呢？就是你洗完的衣服不硬，它发软。它好，它不像有的洗衣粉呀或者洗衣液呀，它洗出来邦邦硬，它没有型，它把你的好衣服都给你洗的不太好了，对不对，姐妹们？但这个完全不会，姐妹们。第二个，它可以除菌剂，某菌菌啊，它都可以去菌的、除菌的啊，宝贝儿。就大家都知道衣服那身上呀会有螨呀或干嘛，它除螨除菌的啊，宝贝儿。而且它还可以啥呢？清除，它是清香除臭剂。就你身上汗味嘛，腋下呀，脖子呀，后背呀，你感觉味儿很重，尤其是老爷们儿的啊，那领子呀都发黑，对不对？身上的臭汗臭味很重，女人家好得多，男人家都臭臭的，对不对？一到夏天，而且它还可以当洗衣液，就代替洗衣液，四效合一，它是四效合一的，就是咱们家老铁，就你用它，老铁就是除螨剂，还有那个柔香剂，还有那个柔顺剂、静电剂，啥的都不需要再买了，宝贝啊！这款性价比贼高，老铁啊！它这一个洗衣凝珠相当于咱们国标洗衣液的两瓶盖。是的，来，咱有洗衣液吗？就是洗衣液瓶盖的两瓶盖。好闻也挺好用，我用过了嘛，我上次用都用了一盒了，将军宝贝儿，我都自己去用的，我用了都良心吧，我没天天洗的衣服太多了，都用了快两桶了，宝贝儿啊，而且呢，姐妹们它很好用，就是大家就是你用它就不需要再去买任何洗衣液，不用买了，除菌剂不用买了，而且那个柔顺剂也不需要买了，老铁啊，衣服到秋天容易起静电，这个也不会啊，宝贝儿，大家都知道，想要，大家都知道洗衣液它有个瓶盖，只要是国标的，对，两瓶盖，这一粒相当于两瓶盖的满满的洗衣液。对，它这一桶的话，宝贝里面是40粒，对吗，老公？里面是40粒，每桶480克，而且你看这个商超的价格卖多少钱？69.9块，这是在超市吧，宝贝儿？这个地方是某月亮的，看到没，老铁？蓝月亮的洗衣液，这边是咱们的洗衣凝珠，微选的69.9块。是的，在另一家超市旁边的话也是超能的洗衣液，看到没？超能，这咱们家的69，看到没，姐妹们？69，69，全是两个超市，就是这是随便给大家截的一个图，检测报告，这是他的检测报告啊，宝贝儿，除螨子呀，干嘛的？检测报告，洗的干净吗？8倍清洁力，啊，宝贝儿，大家都知道我们69一桶，对不对，姐妹们？大家也都知道，平时上次我卖的，我也是卖69的套餐，对不对，姐妹们？今天69我都不要了，宝贝儿，现在要，想要，今天在您的直播间，之前买过的别挑理儿，宝贝儿啊，因为今天确实是中年大促了，宝贝儿啊，就是给大家讲来的活动，如果你觉得好，你多囤两单。没有买过的，之前犹豫的，想要的，一直在纠结的，必拍，宝贝啊！哎呀，这一桶是40粒，可以洗40次衣服，一次能洗8件，就是夏天的衣服6到8件没有问题。这一粒洗6到8件，对，牛不牛逼，宝贝？40粒洗40次，比你买洗衣粉都便宜，不要说洗衣液了，宝贝，对不对？清洁力是比那个洗衣液、洗衣粉对清洁力高多了。今天在我的直播间69一桶，对不对？今天下单我不要了，宝贝儿。之前买的就是前两次我卖的都是69，今天给我改价吧，真的没有卖过这么便宜过，仅此这一次，就这些库存了，能拍到，宝贝儿，近期就没有了。来给我改价，来直接今天59行不行？今天也不要，再减10块，49.9块，暗示谁？没有过，一次都没有过，大家都见我卖过两次，大家见我就是放洗衣机里面去洗的都可以，大家见我卖过都是69.9块的，我今天破价卖49.9块一桶，行不行，宝贝？牛逼吧，能用40次，一次能洗